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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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大家阿弥陀佛。那我们来看课本，第十三页，现在讲到释迦牟尼佛，那么出家，夜半于城，就是在半夜，那么出城。他说。行十二由旬到拔且婆仙人所住林中，以刀剃发，以善妙宝衣，冒出不生且离。好，我们来讲这一段。他说他骑着马啊，那命令这个车笠啊，车笠有时候在经典里面也叫蝉陀啊，那他说就让他一个人，那么驾着马车。通常是马车啊，那么这里只讲到白马啊马，那么也有可能就只有骑马啊啊，一般来讲是有马车啊啊，在半夜的时候啊，那么出城，那也有说到啊，他要出城之前先去看耶稣陀罗跟罗诃罗啊，就是在要出城之前先去看了耶稣陀罗跟罗诃罗，那他们还在睡觉啊，就半夜了嘛。然后看了一下啊，他就直接跟这个车笠讲啊，这个出城了。那么一般来讲啊，有两种说法，一种就是他有跟车笠说要往哪里去啊，一般就是说没有，就往一个方向一直走啊，那走到这个天明啊，就是从半夜一般就是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间，我们中国就是子时啊。那就是这个一直走啊，走到天亮啊，那叫车辆回去，叫车笠回去，走多久，走多远啊？这个各个经典讲的不太一样啊，但是他说这个大智度论讲的是十二由旬，那由旬这个词啊，我们要注意，只要在印度讲到数量或是单位啊，数词这个词，那么。在可能各个地方各个年代可能表示不是不一样啊，比如说我们讲里啊，一里一斤啊，那么在各个地方各个单位可能就不太一样啊。那在印度这个数词啊，就是到底具体是多少可能也不太知道啊，不过因为距离是固定的，他说十二由旬啊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印度的地图了啊。那因为一由旬在玄奘的时代，在龙树的时代，在佛陀的时代可能不太一样啊。不过我们先看一下它到底是从哪里走到哪里啊。那我们这里边有一个简单的地图，这个是我照那个印度佛教史的那个地图稍微画的了。那迦毗罗卫在这里啊，我们看见迦毗罗卫在这里啊，那这个是他出生的地方蓝毗尼啊，但是他出生完就回迦毗罗卫了。那么毗舍离在这里啊，这个是以他的城市，但是他照理讲这个整个村是蛮大的了啊，可能他的范围是不晓得是多大，我们不晓得啊。那这中间有隔一条恒河啊，这中间隔一条恒河，毗舍离跟王舍城中间摩揭陀国中间有隔一条恒河。好，那这里。他说是在啊罗摩村旁边啊，有说跟可能悉达多要出家之前大概就打听好了啊，也有人跟他讲，也有可能啊，因为他有这种有一个说法，就是他跟车笠讲哈，你往罗摩村的方向去啊，那因为在罗摩村附近啊，他说在有住了一个拔且婆仙人，那拔且婆翻译叫做瓦斯。基本上是这样了哈。
那这个仙人意思就是修行人啊，都叫做仙人。所以五比丘有时候你看经典上也讲做五仙人，五比丘啊也叫做五仙人。那什么什么仙人，什么什么仙人啊，阿斯陀仙人啊，那并不是我们中国里面的所谓的仙人啊，不是。他意思就是啊，就是说修行人，修行到有一个程度的人啊，有时候叫仙人。那佛也叫仙人啊，大仙人啊，古仙人啊，就古仙人就是古佛嘛啊，所以这个仙人的定义有时候不太一样啊。那古佛叫做古仙人啊，那佛叫做佛，有时候叫大仙啊，仙人啊。那但是像五比丘，他有时候称作五仙人啊。那算命的，那么有一点成就的，他也叫做阿斯陀仙人啊。所以这种仙人的定义有时候不太一样啊。但这里很明显的就是啊，一个修行有成就的人啊，他就是给他一个称呼叫做仙人啊。好，那到跋切婆仙人的住处。那据说那边都是修苦行的啊，他有描写很多苦行啊，啊不吃饭啊，啊只吃菜啦，反正很多种啦。那这个跟后来修完禅定六年苦行的地方又不太一样啊，又不太一样。不过印度本身就很多修苦行的，那这里通常只停留一天一夜而已，只停留一天一夜而已啊。那六年苦行那个地方是那边大概五六年在那里啊，所以这个是苦，但是他这里也是修苦行的。那他说这个行十二由旬，那十二行到底多久我们多长我们不知道，不过我们如果从马车啊，因为一由旬是马车走一天的距离，不过这个是后来他们研究的啦，但是他不可能走十二天的，释迦牟尼佛不可能走十二天，一般就是走一天啊，通常就是你也不到一天啊，半夜走嘛，走到白天嘛。那白天基本上就是大概，如果我们说冥想出来，好，那给他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，啊，从他十二点开始走好了啦。好，我们就稍微算一下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嘛。不过如果是走一天的话，啊，那么就是我们说汽车如果一天的话，大概普通开啦，就一小时时速六十公里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六十公里嘛。啊，一天是六十公里，那一个小时是六十公里了，十个小时就六百公里，啊，那如果说释迦佛悉达多了啊，从早上一点走到，从晚上一点走到六点啊，给他走六个小时，多一点八个小时好了啊，八个小时，那么汽车六十公里，马车没有那么快啊，不过如果骑马的话也可以很快哦，啊，如果骑马快也是很快，但是不可能那么快啊。一般就给他四十公里好了，一小时四十公里啊，也两三百公里哦，啊，那如果走六个小时，就是也两百多公里，一两百公里大概有啊，那就是说这个马车啊，马车走三十或四十公里啊，一个时速啦，二十到四十啊，如果快一点，马车没那么快，马就比较快了啊，那但是他基本上在毗舍离这附近，那我们不晓得在哪里啊，这个是市中心嘛，但是他地方大，我们不晓得在哪里。啊，这里过去就其他那个，这个有一条恒河，这里有一条恒河，那这个大概可能在这里啊，啊这附近啊，大概可能在会在附近，那么就是从迦毗罗卫啊一直到，反正就在这个范围，毗舍离这附近这个范围，啊，那么走了大概五六个小时啊，基本上是这样，啊，所以就到这里来拜访这个婆切婆仙人，啊，我们不晓得在哪里，我们就在我们假设在这里好了。那这里是居士那啊，这舍卫城，舍卫城跟王舍城离很远啊，舍卫城跟王舍城的。那佛陀最初成道就是在这里，啊，这个是迦叶城，迦叶就是后来在那边成道叫做菩提迦叶嘛，后来再叫他菩提迦叶啊。那他首先是在毗舍离，毗舍离见跋切婆，然后又在这里跟着两位，因为他一天就发现到这些，后面就会讲。后面发现到说这样的修行不是办法，无有是处。后来就去问人家，就跟他介绍到那个阿罗罗迦兰跟玉陀罗摩罗子，这两个都是修禅定的啊，就是佛陀时代比较流行的两个解脱方法，一个就是修定，一个就是修戒，我们叫苦行啊。啊，苦行是重戒有定，瑜伽是重定也有戒啊，但是就是重定跟重戒的不同。啊，基本上就是这两派主要了，瑜伽跟苦行，瑜伽师跟苦行师。那瑜伽是重定的，
一定为解脱的。那么苦行基本上是重戒，那么戒里面佛法里面吸收部分的啊，就是苦行里面部分的陀陀行。所以后来的修行就是以戒定，然后再加上佛陀自己体会的慧，就变成修行啊。那戒定并共世间的，那么是从佛陀的修行经验来啊，就是他首先去婆伽婆那边，但是一天而已。后来去这个重定的啊，吞咒是数论的啊。那么阿罗罗迦兰跟玉陀罗摩罗子，那一个得无想定啊，有的说无所有处定，一个得非想非非想处定啊。那在这里两个人住了多久不知道啊，因为没讲，因为一般来讲就是。一般的说法就是佛陀成佛前六年苦行，那其实六年是把这些包括进去的，把他修禅定的时间也包括进去啊。但是佛陀因为他还没有啊，我们看那个佛传里面，佛陀还没有出家以前，他已经有出禅的经验了啊，就是他以前观根啊或者怎样，他已经有出禅的经验了啊。那所以他再去修这个。跟这个阿罗罗迦兰，因为这里主要不是在讲这个，这里主要是在讲为什么要说《般若波罗蜜经》啊。那其他的后面也有时候也会讲啊，跟这个仙人，还有玉陀罗摩子啊，有些讲玉陀罗摩子，玉陀罗摩子啊，就大概了音译而已啊。那跟这两个仙人修禅定，那修完了后来也没办法得解脱，后来才去又去苦行林里面啊。那这里也是苦行林，这里也是苦行林。不过他修的苦行可能不太一样啊，就是都是修苦行啊，种种的苦行啊。后来佛陀成道的时候，因为当时的人普遍认为吃苦才能解脱，苦行就是修行。当时的人普遍认为苦行就是修行，你不修苦行就是不修行。所以你看那个释迦佛后来放弃苦行的时候，五比丘就看不起他了啊，就是认为他放弃修行。所以就背弃他而去了啊，也是就是这样啊。那这种观念其实在现在还影响着我们。我们总认为啊，吃苦就能了苦，修苦行就是修行啊。但是累劫的苦行非涅槃因啊。我们说过，佛法不是教我们吃苦，佛法是教我们离苦啊。这个观念要知道。但吃苦不一定能够离苦，但你说不吃苦也不一定离苦。离苦不重点在吃不吃苦。重点在有没有断烦恼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有些人就认为啊，你一定要吃得不好、穿得不好、住得不好啊，那么那个才叫做修行，不对。那么吃不好、住不好、穿不好啊，那个你是刻苦耐劳，有帮助你修行，但不是这样就能解脱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那么很多人会误会了啊，所以我们先修这个了啊。那从这个迦毗罗卫，他肯定是从这里出来啊，然后到哪里？他中间大概走，我们说过，大概就是走一两百公里吧。我们现在的公里数啦，因为马车嘛，马车你一个小时给你走三十公里或四十公里了啊，你走五个小时、六个小时啊，大概这样了啊。那这个往这边走啊，然后到后来在这里，在这个。阿罗罗迦兰跟玉陀罗摩罗子也都在毗舍离这附近啊，都在毗舍离这附近。后来没有，才到王舍城来啊，才遇见频婆娑罗王。频婆娑罗王说要王位让给他，他没有啊，就从这里啊，然后在附近这里啊修苦行啊。那么就王舍城这边有修苦行，那苦行没办法了，后来他才走啊，过泥莲禅河到这里打坐。啊，发愿如果没有成道，我就不起来了。然后就在这里成佛啊，他就是从王舍城附近的苦行里，然后走到，就走不远，过泥莲，就是在泥莲禅河，不是过泥莲禅河，在泥莲禅河洗澡啊，就把他的身上污垢洗干净，然后在这里就成道。那成道本来要去度两个老师啊，那后面会讲到，就是他本来不说法啊，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讲，我们先大概讲一下，然后后来这个两个老师都。这两个修禅定的都已经升天了啊，升到无色界天。无色界天就没有办法度了，可以度色界，可以度欲界跟色界的天，但没有办法度无色界的天，啊，因为无色界
无色界已经进入那一种很高深的禅定，很难啊，没办法啊，所以就去度五比丘到鹿野。那个时候五比丘住在鹿野院啊，波罗奈城的鹿野院，所以就去度五比丘啊。然后后来啊，在竹林精舍，王舍城的竹林精舍盖这个王舍城盖竹林精舍，然后之后悉达多来王舍城的时候，然后正果了，听佛说法正果，又回舍卫城里面啊，买一块地啊，就盖在舍卫城里面又盖精舍啊，大概就这样了啊，就佛陀的时代都在这个地方而已，没有超出这个地方，很小，其实不大。那印度是很大的，印度是一个倒三角形嘛，南印度这边基本上没有，那所以这个有些是所谓的东方跟西方的文明啊，大概这样。好，就是我们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，他说到跋切婆仙人所住林中，以刀剃发。好，那他的刀怎么来的啊？那悉达多本身没有配刀，就是说他配刀是那个车尼啊，因为他的侍卫，他是他的随从，要保护他的，所以他车尼的腰间有挂一把刀。那么根据记载是释迦佛啊，悉达多太子把车尼佩戴了这把刀啊，那么来替他的，因为他头发可能是留蛮长的，就把他的头发先割掉，但是那个刀没办法剃啊，所以他后来找了一个所谓的剃发的净法师啊，是这样的，然后把他的那个胡须跟那个头发都剃了啊，因为我们好像都没有看过释迦佛光头的样子，我们看的都是法髻的。那我们说过，这个其实是菩萨像，有法髻的其实是菩萨像，菩萨像其实就在家的啊，就是说他有头发的。那么出家基本上是没有头发，这个是当时的沙门，基本上都是剃发的，然后剃须，有些剃须啊。好，那么剃尽须发。好，那这里有讲到一个说貌生且礼。好，那这里要稍微说一下，因为这个翻译有时候会让我们误会，佛陀那个时候还没成佛，没有所谓的，一般我们讲三一哈。一般我们讲三一，玉陀罗、安陀会跟僧伽里。好，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，因为这里说貌僧伽里，我们会误会佛陀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僧伽里，没有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僧伽里啊。一般我们的僧伽里就是会讲说九一嘛，五一、七一、九一，那个时候都还没有这种五一、七一、九一这种规定。等一下我们来讲这个一啊，很多人其实对这个一蛮有误会的啊。好，他说其实就是跟那个猎人换袈裟了。那袈裟也不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定的，说佛教有特定的衣，没有，袈裟就是比较不好的衣而已，坏色衣。坏色就是颜色没那么鲜艳，就是一般人家穿的粗布的衣啦，披着的衣而已啦。因为猎人也不是出家啊，所以他是跟猎人换袈裟啊，是这样讲的啊。他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，他的衣是换比较不好的衣，因为释迦牟尼佛穿的衣，在印度比较好的衣叫做迦斯那衣，就是迦斯国制造的衣，有一点像丝绸这样的衣。那释迦悉达多太子身上穿的衣是迦斯那衣，啊，就是迦斯国出产的那种非常好的，有一点像中国的丝绸这样啊。所以他出家不能穿这样好的衣服啊，所以他就路上遇见一个猎人。猎人穿上的布就是一块布而已嘛，然后披着，然后比较不好的布，啊，然后释迦佛就跟他换了，用他的衣跟他换，啊，因为车尼已经回，车尼后来告诉他之后就让他回去了，啊，或是说他也在，然后他穿的衣也是好的衣啊，啊，但是就是后来跟这个猎人换衣了，换布了，啊，他把那个很好的衣给猎人，把猎人身上的衣，啊，所以他这里说是。貌僧伽里啊，就是貌粗布僧伽里，其实就是粗布比较粗，就是它品质没那么好，它颜色没那么鲜艳啊，通常是这样。那后来佛教基本上沙门都是这样了，沙门都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的衣就不一样哦，哦，有些主衣、九衣，那个衣就很好哦，啊，那个是整块布的，哦，啊。等一下我们先来讲一下衣这个问题啊。那通常是这样啊。我们把这个一的稍微概念啊，稍微说一下。
通常是这样啊，通常三一啊叫做安陀会、郁多罗跟僧伽里，那还有后来还有一个主一啊，因为这里翻译是翻译僧伽里，那我们会误会啊，那个时候就有九一了，没有，那时候没有九一，佛陀都还没成佛啊，那这里讲的是僧伽里嘛，那你不要误会啊，你不要误会就是这种僧伽里啊，不是啊，悉达多太子只是跟人家换一块布而已。比较不好的一步啊，那一般我们会把这个啊，一般我们会把这个叫做五一，五一就是五条一啦啊，这个叫做七一。那这个七一是后来才有的啊，这割节嘛，割节一啊，割节成五条、七条跟九条，那后来还有所谓二十五条、二十一条的啊，非常多了啊，就变成逐一了啊。那但是割节一不是一开始就有的，割节一是至少在佛陀成佛之后第七年才开始有，至少第七年之后才有割节一，第七年以前是没有割节一的，因为割节是割成一条一条，比如说五条啊，然后还要给他做有些要割，最少要割五条了啊。那么这一块一块叫做福田一，那么把它割解成一条一条，为什么还要这样？那就一块布为什么要割解？防盗。那时候的衣是很珍贵的，所以常常要衣不离身啊。你要洗澡，那个衣要脱起来，要放在手拿得到的地方啊。一下子就没有衣啦，因为被人家拿走啊。因为你身上穿得太好，穿得太好会被人家抢走啊。若失衣啊，常常会失衣啊。那你没有衣就很麻烦，要不就是裸体，要不就是穿在家的，要不就是穿外道的。那你的脱钵就很麻烦了、啊。那我们等一下来讲一的作用啊。那先讲这个。那这个是后来变成有所谓割节五条、七条、九条，这个是后来才有的。那一开始是这样啊，一开始就是佛陀时代了啊。那一开始佛在的时候没有什么，它就是一块布而已，一块比较不好的布，就叫做袈裟啊，袈裟衣。好，一般来说这个五衣。这个安陀会叫做坐物一啊，郁多罗七一即入众一，入众就是大家一起听经啦、啊听戒啦、啊、那么这种在大众里面的啊，这个就是七一，这个就是郁多罗了啊。那个时候也最早还没有所谓五一七一九一，没有这种啊，这个是五一七一九一啊，就五条一、五条一、七条一、九条一了。这个僧伽里后来叫做众一，或叫做杂碎一。啊、就是比较厚了啊，那它是有很多旧的布拼成而成的，基本上是这样啊。那最早只有一几重的问题，就是因为不同的布拼凑起来的啦啊。那么九一基本上就是比较两重的啊，两重或四重的。如果依这个圣严法师他研究的，就是说，如果是旧的，那么就是如果是旧的旧一拼凑的。那么这里就是两重，这里是四重。那么如果是新衣的话，这里就是一重，这里就是两重，就是两倍啦。如果做新衣的话，那么五衣跟七衣啊，那么就是一重啊。那它是比较长啊，就是比较长比较短不太一样而已啦啊。那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衣。那因为这里讲到用他的加持那衣跟人家换僧伽里。那一在家里哪有僧伽里啊？没有啊，啊，那列斯哪有僧伽里？没有，所以这个是翻译的问题而已啦。因为所谓的僧伽里代表沙门的衣服啊，但是那个列斯也没有沙门的衣服啊，所以他只是所谓的袈裟了。所以这里讲的僧伽里只是所谓的袈裟，那这个袈裟只是坏色衣，袈裟只是坏色衣的问题而已，跟在家出家没有关系。啊，所以我们这样才不会误会，不然他去哪里跟人家换那个僧伽里啊？没有，他不是僧伽里，他的僧伽里是袈裟的代名词，袈裟是坏色衣的代名词。那么坏色衣，你穿的穷人穿的也是坏色衣啊，啊，就一般的人穿的也是坏色衣，只是这样啊。那这里是入众的时候说法，那听法的时候，这个是比较。起食啊，出外起食，出聚落起食啊，脱钵起食，
或在说法的时候啊，那么穿的，那通常这个就是三衣。那戒律里面常常讲三衣不离身，三衣不离身，因为他身上就穿这三件而已，他离身他就没衣服啦，或是怎么样，他离身就变成外道或在家的啦，啊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北传的不太一样，北传的穿的长衫啊、中褂啦、短褂啦，那他没有做成样式，他就是一块布，不管是五衣、七衣、九衣都是一块布，啊，披着而已，只是这样而已，他颜色不能，他的规范就是数量不能太多，颜色不能太鲜艳。那这个质量不能太好，啊，只是这样而已，啊，那衣的作用啊，衣的作用啊，我们稍微讲一下，因为现在我们的衣有一点作用不太一样，像我们也有三衣，五衣基本上是没在穿的，通常都穿九七衣啊，比如上殿披的那七衣。那我们还有这个长衫呢，如果依佛陀时代来看啊，像我们现在穿的这个长衫就有一点像九衣啊，啊，那这个一般穿的啊，比如说我们还有裤子啊，还有短褂啦，啊，这个有一点像五衣。如果在泰国的话，那么你的下裙就是五衣，啊，那你在披的那一件就是七衣。但如果佛陀时代的话，佛陀时代的话，啊，那么基本上它就是一件衣而已，啊，就是一件衣，啊，比较短一点的那个叫五衣，长一点的叫七衣，那厚一点的叫做九衣，它就是这样，啊，所以衣的作用啊。我稍微给他分析一下，就是衣的作用，基本上衣就是四种作用而已，跟我们现在神圣的概念啊，你要上厕所要把衣先卸衣，那你不能卸衣，你就三衣穿在身上来，没有其他的衣了，跟我们现在啊，还有裤子，还有长衫不一样，还有短褂，还有中褂，啊，中褂是后来太虚大师改革发明的了，叫做太虚褂，啊，大陆现在有的也没在穿中褂，那所以以前就是短褂跟长衫，啊，那这些也是改革的，啊，就印度没有像我们做成这样的，因为麻烦，啊，因为它就是一块布，简单。好，那衣基本上最重要就是四个作用，别身份，啊，后来就是外道穿的颜色，啊，然后佛教穿的颜色，那么你穿这个人家就知道你是沙门，你穿这样你就知道你是沙门，然后剃，因为它有一个样式，就好像我们的制服啦，啊，你穿这样你就知道你是警察，你是邮差，你是护士，你是法官，你是医生，啊，大概你怎样穿，大家就哦，看到你这个衣服，大概就认定你的身份是什么。那首先他知道你的是沙门，啊，你穿这样是沙门，啊，然后你是佛教的沙门，啊，通常这个他最重要的就是别身份。啊，所以你那个衣它有一定的颜色，就是不能太鲜艳了。通常它不是有一定，就是说它有规范你不能穿什么。啊，那如果以我们戒律来看，基本上就是青黑木蓝嘛。啊，通常是这样。好，那个就是没有，不是正色，不是鲜艳的颜色了。跟我们现在那种主衣啊，穿得很鲜艳啊，大红大紫那一种，还有镶金边的啦，好，然后还有绣龙绣凤的啦。那个照理讲，那个照理说，那个不如法，不合乎袈裟的定义。第一个不能鲜艳，第二个品质不能太好。那有些主衣做的很讲究，啊，然后几条几条，还有镶金边的，绣龙绣凤，那些其实从第一个从修行的概念来讲，它就是要你离对世间的爱染，色身香味触。那这个颜色上太鲜艳。啊，然后会人家机嫌穿得太好，所以他告诉你，如果完全是禅师做的那个不行，要杂野缠绵作衣，啊，那基本上他就是不要让你贪爱，这个都是这个不是重要的，它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别身份，啊，它不是要让你庄严的，但我们的衣现在后来变成要庄严了，啊，那越漂亮越好，然后越庄严越好，啊，那其实不是，它重要就是别身份。第二个就是遮身丑，啊，因为你没有穿，因为当时有苦行外道裸体的，啊，耆那教有一些是裸体的，啊，那么就是你没有穿不好看，要不然也可以不要穿，不没有穿不难看啊，叫遮身丑，啊，那
第三个就是防蚊蝇。你没有穿衣呢，蚊子叮啊，那个怎么跑啦、啊，其实也障碍了啊。或是说它其实就是这样。啊，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御风寒。啊，很冷的、啊，所以有七一九一嘛。哦，真比较冷，还要再加一层啊，还要再加一件啊。就九一就是重衣，就是比较厚的衣服啦，天冷的时候穿的啦。那么平常也是可以御风御寒。大概衣的作用大概就主要就是这四个，最重要就是别身份啊。你穿这样出来，像我们穿这样出来，我们就知道，人家我们是出家人嘛。啊，你头发长一点，人家还知道你是穿出家人。那其实是这样的，或者有些出家人没有剃胡子啊，但是他还是穿这个衣服，人家还是知道他是出家人啊。那大概就是剃头啦、剃胡须啦，那么穿这个出家，像我们这样。这样虽然不在三义里面，但实际上它就有这种作用了，啊，它别身份遮身丑方用于御风寒，通常是这样啊。好，那这个是所谓衣啦，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衣的作用啊。那因为这里是说到这个，他说以上妙宝衣，冒出不生且礼啊。那我们不要误会，这个生切礼就是我们的九一，不是，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九一，连五一、七一、九一这种概念都还没有啊，都还没有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所谓一的，这样稍微说明一下啊。那后来有所谓的主一，我们这个也讲一下啊。后来的主一是皇帝啊赐给你的，因为你这个人有修行。那么皇帝认证叫做国家认证的，那国家认证你这个人有修行，所以颁给你一种荣誉。那当时的荣誉有几种，一个就是赐你一个牌匾啊，挂在你的寺庙前面，一个赐给你一个名号，有一个名号啊，你是什么什么什么大宝法王，你是什么什么，前面有一个名号啊，就是赐给你一个名号，这个名号是你专用的。另外一个就是赐给你一件衣，那这种衣什么颜色要看当时的皇帝，这些颜色只有皇帝能穿，或是只有贵族能穿。那你没有到那个，你因为颜色是有限制的，那这个颜色只有皇帝能用，或是只有几品以上的、三品以上或几品以上的这个受封的人能用啊。那为了表彰你的功德、你的殊胜，他赐给你这个颜色的衣袈裟可以给你穿，所以有所谓的紫袈裟、黄袈裟、红袈裟，啊，那个主衣有不同颜色啊。那最早像现在我们普遍都是红色，红色的主衣是红色的。那么这可能跟明清或是南北朝有关系啊。但是也有些是紫色的，啊，黄袍换却紫袈裟，只为当年一念差。你看，它就是紫色的。那有一些是看那个时代了，看那个时代，它这个颜色。是不是随便人可以穿的？那么皇帝赐给你这样的袈裟的颜色，后来你这样穿出来，就表示我是国家认证的，那个分量不一样啊。其实是这样的。那我们现在为了表示啊，那个主法的，或是表示大家分量，大家都穿主衣。那这个其实第一个，我们先讲啊，这个主衣是皇帝赐的，袈裟、三衣、坏色衣，这个是佛陀赐的。佛陀制的跟皇帝制的不一样啊。那么皇帝制的是在佛陀制的之外，那么特别表彰你的功德，那么给你一件只有贵族或是只有特别身份才能穿的颜色的衣，那个衣都很好啊，那个衣都很好，质量很好啊，所以后来才有主衣。那现在就变成为了表示这个人啊，那每一个人都穿一件主衣啊。但是如果照律来讲啊，主衣的这种红色或是紫色的啊，那这种正色的衣其实是不如法的。但是因为啊，就变成一种习俗，这样穿表示隆重，表示庄严啊，表示慎重啊。后来就是啊，很多你就看很多一整排的主衣。那照如果那个一主衣的设置，就是说你能够得到这样的衣服。这个衣服是表彰你的修行殊胜，那个是很少的，所以你这一件穿出来就表示哇，你这个人的分量不一样
啊，那现在因为每个人都穿主衣在就是那个主法的，不管你是谁啊，完全只有一件，都有一件主衣嘛。那以前的主衣是买不到的，你也不能随便穿啊。那个要是国家认证的，那但是现在就是啊，你有钱，你就可以做一件主衣来穿嘛，买一件主衣来穿嘛，就变成是这样了啊。那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佛陀时代没有主衣这件事，只有袈裟三衣啊，三衣后来有三衣啊，五衣、七衣、九衣。那通常都是穿两件而已，五衣、七衣啊。那要出去的时候或天气冷的时候就多一件啊，其实是这样。那像泰国他们的五衣就变成下裙嘛，就包在下面这一块叫做五衣，那披着那一件叫做七衣啊。那然后你再出门，那有时候就穿两件而已。那出门的时候就是那个七衣是七衣，或是直接穿九衣。七衣是腹肩的啊，就是你要出去脱钵你就腹肩，那你在里面你就露肩啊，就大概这样啊。那九衣基本上就是给你替换的，或是你比较隆重的也有了啊。那通常天气冷的时候披的啦啊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对衣，因为我们现在的衣跟佛陀时代的衣的概念不太一样了啊。我们现在这个衣已经比较有，像我们通常，像我们现在你们就没有穿大衣啊，我们就说没有大衣。那实际上这个就是衣，如果依佛陀时代来讲，它就是主要可以说这件有点像九衣的啦，类像九衣。但是从戒律来讲，它变成也有一定的格式、一定的形式啊。但是衣在当时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这样啊，主要就用这样。那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别身份啊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大概先知道啊。那后来有几条几条啊，那个是变成越多条，变成越多条越殊胜啊。那也甚至有25条的福田，你这个人福德越大越多条。那其实不是，那通常是越多条，就表示你用越多的布拼凑起来的啊，就是也没有钱嘛，你要去捡其他的布嘛。以前的衣哈，以前的衣不容易得到，不是像现在啊，那个纺织业发达啊，这个衣到处有啊，没有，有些衣就是丢掉了。以前的衣很多都是粪扫衣，最早要粪扫衣，要去哪里？要去尸体啊，人家丢掉的那些布啦，不要的布啦，包尸体的布啦，啊，包垃圾的啦，包大便这些布全部洗洗干净，然后用染色，青黑木染是染色的意思哦，青黑木染是染色的意思，青是用矿石或是铜类似这样去染色。啊，那黑是用灰，用那个烧掉的灰去染色，啊，那木兰是用树枝去染色，啊，其实是这样哦，它并不是青色、黑色、木兰色，但是就是染色啦，也有了啊，就是用这样去染色，染成坏色，啊，原来的衣是这样哦，啊，青黑木兰啊，你用那种矿啊，那它会可以染色嘛，啊，或者是用那个灰啊，树烧下来的灰。啊，或是用那个树枝啊、叶啊去染色，染成坏色，不要那么鲜艳的颜色，那么就可以穿。通常是这样的 啊。那因为以前都要收集那些旧布或是碎布，一块一块小块的，那把它拼凑起来。那这个是不同颜色的布啊，不同颜色的布你不能穿花花绿绿的啊，所以要染色。要染色，染成坏色，你不能染成像这么鲜艳的黄色也不行哦，像红色也不行哦，像这种就比较不是那么鲜艳的颜色，像你们穿的呢，有些是灰色啊，那有些是褐色啊，那这种都不是那么鲜艳的颜色啊。那这个其实是一，就是它就是数量不能太多了，就三件了啊，质量不能太好了，颜色不能太鲜艳了啊，通常就是这样而已 啊。那这个是我们说到。就讲到，因为这里讲到僧伽礼啊，我们就稍微顺带说到。好，所以说冒初步僧伽礼啊，就是质量不那么好的了，因为那个是一般的人，猎人在佛陀时代是旃陀罗的，就是那种打猎的那个是旃陀罗啊，就是做杀生业的，首陀罗也是，那首陀罗底下还有旃陀罗，比首陀罗还不好的人叫做旃陀罗，通常都是做杀生业的或是除粉的这一种。啊，就是阶级更低的，一般他们就是四种阶级嘛，啊，就是婆罗门是最高的嘛，然后刹帝利嘛，一般的平民叫吠舍嘛，贱民其实就是达罗韦图人啊，就是他们的原住民啊，比较黑、比较矮一点的，可能是这一类的。那么这个就把它贬为叫做首陀罗。
那手陀罗里面还有比手陀罗，连手陀罗本身都厌弃他的，就是看不起他的那个叫旃陀罗。那旃陀罗就是像打猎啦、杀猪啦、除粪啊这一类的人，这一类的人就是旃陀罗。那佛陀如果依这个本行极境里面，佛陀那最早的那一件衣是跟猎人换的，那个是旃陀罗啊，但是他们的穿的衣就比较不好，比较粗，品质比较差啊，那比较不好。好，所以啊，说冒粗布生茄里，其实就是换一件比较不好的布啦，就袈裟衣，他披着而已了。好，那么这个中间当然还发生很多事啊，但是他没有写，他后面会有啊，那我们就顺着他的经文看就可以了。他说以泥年禅和测六年苦行啊，那我们刚才说过，他这个完了之后，他没有直接去泥年禅和旁边的苦行林啊，没有，他是去找那个大概在王舍城或是毗舍离这附近那边啊，那么找玉陀罗摩罗子，因为他要离开之前有人跟他讲啊，如果你不适合这样的修行方式，或是你可以去找谁啊，就跟他讲，叫他去找那个阿罗罗迦兰，阿罗罗迦兰，那么去跟他修啊。那悉达多也去了，去了之后很快就修成了。我们说他，所以他在修到非想非非想的时间，如果照理来讲，应该不会超过三个月，有可能就是没有几天他就修成了，没有几天。第一个是他曾经有过出产的经验，第二个就是他非常有决心，非常用功，他出来就是要修行的啊，所以可能很快的时间啊，从初禅，因为他以前已经有初禅的经验，那么他要到四禅，然后到无所有处啊，阿罗罗迦兰是无所有处定，那得了无所有处定，他去找那个玉陀罗摩罗子，因为他觉得这样也不是解脱，去找玉陀罗摩罗子啊，那么他就更快了。所以照理讲，因为这段他没有写。这一段大概也没有很长的时间，快可能一个礼拜啊，那慢可能就是一个月，再慢应该不会超过三个月。所以通常都说佛陀成道以前六年苦行，只是这样。这六年其实概括了他去拔切婆那里一天，然后去玉陀罗摩罗子跟阿罗罗迦兰那里多久不知道，因为经论里面好像都没有讲到，有讲到这两个人，但没有讲多久啊。然后后来就是六年苦行了啊，那。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。好，那他说在泥年禅和伴啊，那么泥年禅和伴在迦叶城附近啊，在那个迦叶城附近啊，那么因为就是他去迦叶城附近洗那个苦行林也在那里附近啊，都不远了。好，那么就是六年苦行，日食一马。那通常迦叶城南边的优罗平罗村，有一个苦行林，优罗平罗村啊，我们还记得三迦舍，就是优罗平罗迦舍、迦叶迦舍啊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在菩提迦叶城的迦舍，那优罗平罗迦舍、迦叶迦舍，还有一个是什么迦舍？三迦舍，还有一个是木瓜林迦叶城啊，那提迦舍。三迦舍啊，一个优罗平罗迦舍，所以他基本上在这里，应该是在这里啊，有一个在这里附近有一个优罗平罗村的苦行林，优罗平罗村啊，我们写一下好了，我把它写。大概在泥年禅的这边有一个优罗平罗村呢，这里有一个苦行林，很多苦行人，很多修苦行的就聚集在那边。那么那个时候的三迦舍的那个优罗平罗迦舍也住在附近，大概就是优罗平罗村呢，这里有一个苦行林，好，就在迦叶。大概在这里，在这边附近吧。好，那他就在那边修苦行啊，那泥莲禅者就在附近，
然后后来他再带到迦叶，啊，可能就在迦叶城附近这边了，啊，就在这里附近。好，那优罗平罗翻译做木瓜林了，啊，那三迦舍有一个优罗平罗迦舍，啊，基本上就是住在那里的一个迦舍，啊，那另外一个就是迦叶迦舍，就住在迦叶城，后来叫做菩提迦叶，啊，是因为佛陀在那边成道了，才叫做菩提迦叶，他原来叫迦叶，啊。那还有一个住在纳提河旁边，叫纳提金色啊。那大概就是这个是三迦舍的啊。好，那我们先说啊，他在那边六年苦行啊。他说，一般我们说的就是日食一马一麦啊。他说，基本上意思就是他吃的很少了，因为苦行有千百种啊，一只脚站立，一只脚坐着，不吃饭，不说话。啊，一辈子都不说话，那也是苦行哦。啊，那么埋在头埋在沙里面啊，多久啊？或是浸在水里面啊？或是一天要洗三次澡啊？反正很多种，反正他有很多非常多的苦行。那释迦佛选的苦行就是，可能就是吃很少了啊。这里讲说日食一马，或食一马一米啊，或是一麦。那一马干脆就不要吃了，一马那么小颗啊，基本上意思是可能就是。吃的非常少，啊，接近断食或怎么样？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呢？其实是有可能的。如果你的禅定功夫很好，我们知道他去修苦行之前，他已经有很深的禅定了。他修苦行之前，已经去玉陀罗摩罗子阿罗罗迦那，那你得了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。那么一般来说，你禅定的话，你进入禅定有可能就是好几天。通常就是你入定是不用吃东西的嘛。你一入定就不用吃东西啊，入定就不用吃东西。那么出定之后，有时候可能需要吃一点，但也可以维持很久不吃，啊，其实是可以的，啊。那吃的话也吃得少，也不能吃多，啊。那佛陀在修苦行之前，已经有很深的禅定经验了，有无所有出定的经验了，所以照理讲，因为入定有点像动物进入冬眠一样，啊，它其实是不用吃东西的，甚至到无所有处定四禅以上，他甚至没有呼吸相了啊，所以到了无所有处定，他甚至他不用像一般的人这样呼吸啊，那所以的话，基本上一马一脉对他来讲啊，你说怎么有可能六年都一马一脉啊？因为他多数的时间在禅定里面。啊，那基本上是也是可以的啦，啊，那印度有些瑜伽师甚至也都没有在吃的，有些甚至连喝水都没喝水，但非常少了，这个不容易就是了。那这里有讲到啊，他修了之后发现啊，四处非道，就是这样的修行不是解脱的因啊。好，我们先时间到了吗？好，我们先下课。